什么？不辣啊！这甜的啊，甜的、啊，不辣吗？我应该哦，我应该照着我心里想的，因为如果它真的很辣的话，哎，各位，如果它下次真的很辣，我会很生气哦。你要不要沾一点看看？很细，成败不扣。太细哦！我在想想，真的不会流汗呢、欸。太烫又辣。哦，这下可以吃冷面了。是啊，虫跑进去的，虫还吃完死在里面，你就知道它多辣了。还好，不怎么辣，怎么辣呢？虫哎，对，没虫啊，来，每个都有虫，走一个，有蚊子吗？还好。你们演法挺一致的，不错。哎，有虫哎，真有虫。嗯，还好。你们两个都还好，是谁不好啊？不好说。不辣就赢。不辣就赢哦。有虫。你也有虫。抓走了的。不辣就赢。不辣不辣。好辣哦！这好辣哦！我们选成哥没有吃到辣的。好，好，这虫子很大个。甜的啦。甜的。不有。怎么？不辣啊！这甜的啊，甜的、啊，不辣吗？我应该哦，我应该照着我心里想的，因为如果它真的很辣的话，哎，各位，如果它下次真的很辣，我会很生气哦。对。啊，刚刚。其实我不太知道到底有多辣，可是我吃到这个辣之后，我就觉得它不可能盯这么久啊，这真的很辣。哎，你要不要沾一点看看？很细，成败不扣。不要生气，他可以接受啊。那还细哦。我在想想，真的不会流汗呢、欸。真的很辣哦。生气很快。吃粥，吃粥，吃粥，吃粥。其实，好辣又吃到烫的，里面有，好整人哦。为什么里面有菜末？增加它的那个咬劲。因为粥，我想说就是你平常吃这样都是软乎乎的，要增加它的脆口。它太烫又辣。刚好吃很辣，现在又很烫。我已经有提早把它咬出来了。好辣！哦，这下可以吃冷面了。吃完那个吃。我长大才知道，原来我是猫舌头啊。哦，好可爱。其实它这个表情是刚才那个关系，我们这其实它是好吃的。好吃。